身体不适正对着垃圾桶呕吐，然而家中的哈士奇发现后赶忙上前查看情况，却没想到冲刺过快竟将主人栽进垃圾桶。男子无奈又傻眼的表情让网友也笑翻了。没有违规怎么收到罚单？你妈现在很火。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？你干了什么好事？看我，你先逃跑。就是你。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？你干了什么好事？看我！你先逃跑！就是你！
嗯，弄回来。你今天幸亏是遇到我了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去吧。Nope. 你今天幸亏是遇到我了。走走走。你今天幸亏是遇到我了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去吧。走走走。Huh?